哇 ，Jordan 啊，哇 ，Kobe 啊，哇 ，Curry 啊，呢啲传奇 NBA 球星都嚟咗香港，睇真啲，原来全部都系人偶。嗱，呢度啲公仔咧，全部一比一咁高嘅，咁究竟 Curry 有几高呢？等我睇下先。其实我都唔系高我好多啫。记者就觉得超级像真啊，完全同真人一样。不过之前啱啱去咗美国睇 Kobe 比赛嘅伍家谦，又觉得似唔似真人呢？咁我自己都有储 NBA 啲 figure 嘅，咁嗰个头雕系好似噶嘛。通常咧呢啲头雕一放大咗咧就会冇咁似嘅，但系呢个一比一放大咗都 OK 嘅，尤其是即系呢啲好细致啦，啲青筋啊呢啲出晒嚟啦，咁加埋波衫波鞋就更似啦。我想 Jordan 和 Kobe Bryant 都應該是比他做一個 fade away 的動作，即是他們很出名的他那些步伐、那些射姿可能會再好一點，即是可能會如果他可以做到有多譬如大波又好，應該 Jordan 再加多個另外一款新利那個啦，應該就嗱呢個又有段估啦。Jordan 是一定不俾人做新利，任何啲 product 都話你做什麼樣都得，不准新利，因為他話他最不喜歡自己新利的樣子。見過一次，咁有幾次啊 ？Jordan 我覺得都有九成幾噶啦，即係個身形你一睇，喂 Jordan 啦、呢個。今次展出嘅一比一人偶，除咗身形面上非常像真之外，配件亦都一絲不苟。球星波衫係球員版，球鞋都跟足真人尺寸。Curry 嘅護腳腕套同手帶 ，Jordan 嘅小腿套，甚至連有23字樣嘅底褲都跟足啊！嗱，現場除了有嘢睇之外咧，仲有嘢玩嘅。有咩玩呢？就喺度試下扮入樽啊！只要跳起，幾部唔同角度嘅相機就會一齊拍攝出嚟嘅影片，相當有型，真係似入樽一樣，梗係可以即時下載啦。另外，現場仲有射波挑戰賽，難得一見嘅極罕球鞋展覽，同一眾相對小型嘅1:6同1:9人偶展出，更加會有期間限定店率先發售多款人偶，籃球迷可以錯過啊！十城十界，今个夏天最贴身的 mini travel guide， 将记者心水推介制作成旅游收藏卡，等你行到边玩到边，立即去十城十界报道内下载啦！